男人用鸡蛋来学控球，一个鸡蛋扔出去直接砸没了。远处一个小胖子冲过来，对着鞋子舔鸡蛋。眼看着男人又要扔鸡蛋，小胖子挣脱众人再次狂奔而来。男人急中生智，往旁边人扔了个鸡蛋，结果这个小胖子是阿星的六师弟。当初阿星接连被几个师兄拒绝，仍没有放弃，找到了绰号轻功水上漂的六师弟。但如今的六师弟早已变成个小胖子，也没办法漂起来了。曾经的他跟木村踏哉一样帅，但现在没有女孩会看多看他一眼。六师弟很难过，自然也拒绝了邀约。最后阿星去找了练旋风地躺腿的二师兄。男人现在是个洗碗工，总是问为什么。为什么我老董不是李嘉诚啊？ Shorts 时长有限，订阅我不迷路，评论区置顶链接观看完整版。